大家好，我是数位小兔的易如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智慧型手机专用的混音器，它是洛兰的 Go Mixer， 它有分一般版，还有分 Pro 版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先来介绍 Go Mixer 一般版的内容物吧。它有 Go Mixer 一般版主体一个，有附两条连接线，一条是 Android 的，一条是 iPhone 专用的。Go Mixer 的大小，宽 95mm， 深 95mm，高 28mm， 重量则是100公克。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Go Mixer 的功能。首先先把连接手机的线插上去，然后 Lightning 的接头对准手机，然后主体有亮绿灯就代表可以使用了。 Go Mixer 能够让你同时结合五种音源输入，可连接人声麦克风、吉他、立体声键盘、两个立体声线性讯号等级设备，例如音乐播放器、鼓节奏器等等，让你在拍摄当中直接做混音。再来 ，Monitor Out 是可以让你接监听耳机，然后 Line In 是可以接背景音乐。Center Cancel 是可以让你选择要不要消除人声。直播主们可以用手机歌唱 APP 搭配 Go Mixer 做混音，可以外接音质更好的麦克风、乐器及监听耳机，可以直接在上面调整麦克风音量以及总音量，若爆音还会亮红色提示灯。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Go Mixer Pro 跟一般版的差别。第一个差别，它是吃四颗三号电池供电的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耗电。电池充饱电后，大约可以供电四个半小时。相对一般版本，也可以减少手机的耗电量。有电源开关，不必要时可关机，又可以开启幻象电源，供电给电容式麦克风。第二，它有两种麦克风的输入可以做选择，这个孔是接领夹式麦克风的，然后这是 XLR 音源孔。第三个 Loopback， 若你要使用音乐制作程式录制你的表演，请将 Loopback 关闭，但是在此情况下您将无法使用 Master Out 旋钮来控制输出给手机的音量大小。还有一个特色是可以将手机放入凹槽内，可以监看直播画面以及自拍。那现在我们就接上麦克风，实际使用给大家看看吧。像突然抓进花的迷惑，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，每个背影以上是洛兰智慧型手机专用混音器的介绍影片，有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